四年先听阮献出。
伊是安怎来的？啊，伊是讲，恒春古城的名是安怎合作变恒春？那对着阮的歌声迎茶会的时阵呢，恒春看到一年四季，就安着拄只讲过永恒的春天嘛，四季如春。但是呢，又一个奇怪的现象，恒春有三卦哦。三怪哦，啊，有暗的偷笑，你占咩三怪？无哦，不是，第一怪，第一怪就是落山风。那这个落山风，伊是安怎奇怪呢？啊，是啥物时阵来？先听阮唱看卖。就是吃槟榔啊，对啦，就是吃槟榔啊。较早乡村看到呢，因为伊是原住民为大众啊，伊有较大比较多的人数，所以呢，伊的生活习惯呢，就较爱吃槟榔。啊，老老少少一大代呢，迄阿公啊吼，食到无嘴底，伊嘛要食。啊，阿嬷也要食，就爱用棒骨啊炖啦。哎，阿嬷无全部棒骨啊，伊叫伊阿孙啊婆婆咧，搁多伊叫。对对对。第三卦是阮三个呢，第三个就是阮三个。阮的命也是阮的宝，但是吼，伫外口人讲介奇怪，啊，这是安那奇怪？啊，这着来去讲着咱看到较早的生活吼，比较吼有较困苦。啊，伫咧困苦的当中，人安尼做工课做啊做，心头的不顺啦。啊，这个叫属相机啦。对啦，啊，人欢喜咧办喜事吼，嘛是同款属相机啦。对啦。外口人啊，感觉真奇怪，安尼也唱歌，安尼也唱歌，所以思想机变成阮三怪之一。啊，阮即摆阮拢是怪人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讲着落山风吼，伊来的时阵，唔只是干那安尼尔啦，伊阁会带来三宝嘞。啊，这三宝，阮小等下吼，恁即摆拢在食，嘛比恁尽量食吼。啊，我甲慢慢啊讲互你听，后壁要配阁再多哦吼。啊，即摆落山风来的是安尼，恒春的天顶。就老些嘞，有几年来一拜哦，几年来台湾回灵回一拜。恒春在落山风起的时候，他那个猛禽过境，猛禽过境有两种，一个叫赤布鹰，一个叫灰面鸠。那这两种我们通通叫它老鹰，老鹰就叫喇叶。那喇叶来电哦，他都叫安鲁公两种，赤布鹰跟灰面鸠。
他们长得是不一样。在地人就把灰面鸠，因为它的脸是有灰色的羽毛，就像灰灰的。那你的光面鸠这个灰面的啦，啊灰面的这样拍来讲，哎、欸，哦，啊那个赤腹鹰呢，我这个小河啊，因为它细只，啊就改讲，那个这个小河啊，啊灰面的灰面呢，叫啊叫叫叫变灰面的灰面的。那灰面我们的国语叫做。国语叫做，哎、欸，厉害！国语就叫做烩面，啊，工艺都怎样啦？哈、哦，那烩面呢，就好像我们朋友约相见面的时候，一年一次一见，那那一个感情的抒发，我们的风港小调最可以达到那一个精髓哦。烩面的时候，听听看，烩面的季节是凉秋。
啊，阮的港口茶啊。哦，茶三宝。对。港口茶，可能安在座的人客去到恒春的时阵，恁会知影肯定大街，但是恁可能会无啉过港口茶。啊，若要啉港口茶呢，就爱来去阮的港口。那港口呢，面临着太平洋、恒春三大洋、太平洋、巴士海峡、台湾海峡。这三夹，你那个走透透吼，真正免坐飞机啦，一天就甲算了了吼。啊，这个伫东太平洋的港口地呢，伊讲种伫个山坡地，啊，但是伊就是迎光面的山坡地。啊，遐地吼吼，拢拄好落山风若起的时阵吼，海面就会起海雾。啊，即嘛海雾就会落山风吹动这个山坡地，茶叶上面就会有一层薄薄的盐分在上面，那你若来泡出来时阵，第一泡咸香啊咸香，第二泡是苦甘啊苦甘。嗯，对啦。啊，若有机会啉到咱的港口茶的时阵吼，那个回韵吼，四季春更回韵。做太子的时阵哦，伊来阮四天天度蜜月啦。
啊吼，就是来泡温泉，啊一个泡温泉，感觉遐水是真正是阮南台第一个温泉一出四顶天，水是南台第一个，就是咱的人爱来洗，你不啦无洗就唔登回啦。最后，我们用我的乡村事件来甲恁交陪。